中国籍的渔船在金门外海翻覆事件，现在算一算时间，已经半个多月过去了，现在还在找真相。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呢，明天将邀请海委会的主委管碧玲以及邱泰三来进行专案报告。现场最新连线芷萱。 好，郑州内关心立法院今天的重头戏就在内政委员会哦，因为今天赵伟高金素梅呢是安排了金门三无船翻覆案的专案报告哦，但是这个专案报告的名称是引发争议哦，因为呢他把这个名称取叫做金门撞船案，而且还来邀请。 这个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以及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来进行专案报告，这就引发管碧玲不满，把这个书面报告的名称改成了取缔大陆渔船的这个事故哦。但是呢，今天呢，高金素梅呢也展开了反击了，她是请助理在内政委员会了发了一张传单，上面是写说这个。 管碧玲呢，其实昨天有发了2封简讯来给高金素梅，其中第一封呢是来向这个高金素梅表示说，在这个专案报告的名称上面有一些过程，那还有一些失礼的地方，希望高金素梅可以上其量查。不过第2封呢是提到说海巡里面有一些原住民的同仁，而且还提到了升迁等等的字眼哦，是让高金素梅批评说，难道是要用原住民的升迁来交换这个书面报告的名称吗？一旦听到国民党团总。 总召的最新说明，这个管主委有所谓篡改啊，这个立法院议程啊报告内容哈，我们在这里深表遗憾。毕竟啊，国会并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这是全民所托付一个监督的啊立法机构。对于过去前所未闻，一个看守的政府，竟然在两岸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 啊，这金门的撞船事件，甚至会引发擦枪走火、危及国安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全民都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海委会的管主委竟然用如此倨傲的态度来篡改立法院即将议事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不止啊予以谴责，更应该要管主委跟整个国会道歉。 好，是可以听到傅崐萁批评说，管碧玲呢应该要勇于面对事实来做专案报告，而不是要来交换或者是任何的风口来作为条件，希望可以来交换这个专案事件的报告。也是认为说，这个管碧玲擅自篡改了这个专案报告的名称，是在藐视国会，非常的遗憾。希望他能够来向大家道歉，不是只有对哪一个党来道歉，而是应该要对大家全民来道歉。不过今天。 这个管碧玲呢，也来到了民进党团甲洞的党团大会呢，来进行讨论呢。预计也是会来讨论，待会呢，国民党团的激烈攻防要怎么样来因应呢？那其实稍早呢，其实这个会议已经开始了，不过呢，蓝绿委是吵成了一团呢。蓝委呢是希望这个管碧玲呢要来道歉，但是绿委也是来积极护航，大家也是为了这个管碧玲的简讯吵得不可开交。那稍后最新消息将持续为您掌握。以上是立法院最新。